現在我申報的那間公司 Wintrack 它揸住的股份呢和香港、大陸和台灣的業務呢是無關的，只不過是一間外國公司的股份，而且這個股份呢還是一個小股東的股份。我準備將 Wintrack 和大德良行控股公司 DTZ Holdings PLC 的股份呢是交入去一個信託嗰度嚟到去管理嘅，所以咧我唔會參與任何嘅管理嘅事宜嘅。